大湾有个地方，因为从这个时间，那从这个时间来说呢，哈，就刚好你中加比前面最好的时间来的。就说你们要调小火也可以啊。可以调小火，对，有个调小火。一般情况下来说呢，你打开基本上不用管了，因为楼上的油温高，你把这个调快它就装进去它就会。上来对吗？打不到火怎么办？打不到火怎么办？我们啊，打不到火怎么办？我们从那里丢。哦，这个是吧？然后我基本上我用了那么长时间来说呢，我购买那么时间用了几年来说呢，都没问题的。因为如果确实来说呢，好，你可以怎么换？可以怎么换？对，怎么拉出来的话就可以了。啊，整个拉出来。里面有几个螺丝锁了，你到时候把这个一拆了，然后买一个，就换就可以换了这个。嗯，人真的这回看之后看到有没有火，哦，人说有没有解决盘，就没解决，但是看到还是看到。嗯，就如果说你真的打到火的话，你不用，你是说把这个拉出来，拉起来出来，就把那吸管塞了之后，把拉出来就插了上去，没有你有螺丝砍就可以了。反正就加油。嗯，对对对对。这下面就主要是火能加热，就这个能知道。你如果说你买，你说外面买那个煤气炉的话，你都是买一个大功率的。大功率。因为他们有时间的时候，他们要调那么大的功率，像我这个洞，我都是调过大功率的。我们就是那个阀门那里，我可以说已经做了手脚了。问题是这个火头通常是圆的哈，啊，这里面火头是圆还是整排的？啊，它是圆的，因为楼说从这个到这个楼说基本上是光满开了。嗯，对，因为它是你这个中间刚好在八米中间的中央，那半米中间的中央就是这个火是先进，对，最后一个方是没问题的。所以说这样升的时候，跟它这个快点升就可以了。好，不是干的，干的是啊。啊，对，这就是你们放的是吧？你在外面有时候看到那个冰的话，可以的，冰箱可以的，对的，就是。我那块你是铁，他会喜欢的，还是？那是白色的那个是什么？啊？那是我们是。那是很像。他是机械师，他是商业师，不一样。做生意是他哈。哎，我还有那个有形状的那个。有形状的。那款是那个，那个大的全部有。那个大的全部有。那是大的。那是大的。你看过那是哪个？有。我哪个？在水，在水。